可是明硕门月姑娘，正是，道友言下之意，区区不才，既然道友这，师姐，这月姑娘，这先多谢，师姐，是否应请掌门鉴定后？ 小师妹现在在门派内哦。花雾崖以前啊，见过真人，多谢两位特地前来。仙侠派弟花雾崖如今妖物，不需要。真人，是真人，一切小心。 此处便是仙侠派啊！感谢诸位愿意出手。
小晴，啊，我等你好久了。<笑>你们是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青烟村。阿尤，你要跟着我们去吗？要的，月姑娘，那个青烟村是我以前住的地方，那儿我比小晴更熟。这次我带路。好吧。 哎，这下咱们又能一起上路了。干嘛这么身份？月姑娘是小晴的好朋友，你又是月姑娘师弟，冲着我和小晴的关系，你就是我亲兄弟啊，是吧，修兄弟？修兄弟，我桑友想做的事，可没有做不到。今天，作为兄弟的证明，就让我们亲热的勾肩搭背吧。 秦门，我发现了一个线索，不知是否有帮助。我们在卢龙军营地见到的那个黑袍人，很可能是天师门的孟章掌门。什么？嘘，所以那个阵法，天师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嗯，明白了。等回来后，我把天师门的相关记录都翻出来。嗯，月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为什么没说这个啊？你是不是在想，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嗯，孟章毕竟是仙盟盟主。 若真有证据能证明他是黑袍人，再告诉真人也不迟。嗯，我明白了。如果真的是他，我立刻告知师父。好。我就不信了，我今天碰不到你。别闹了，出发吧。 之前就是住在那间屋子里的，这里荒废之后，我和村民都搬到峨眉山脚下，那里有仙侠派护山法阵保护。小强，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相遇时，是因为有凶手闯进村子了。当然记得，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要不是靠你的银锭，拖到师傅师姐们及时赶到，我们都要葬送你腿了。阿尤原来也曾是一名少年英雄。嗯，神掌门也是这么说的。那为何仙侠派对你设禁令？ 这个嘛，后来神掌门和仙侠派的师姐们对我有一些误会，可能是我越长越帅气，掌门怕仙侠派的师姐师妹们看到我，会。 会怎样？我开玩笑呢，不要当真。哦，好。啊，就是这里。唉，可惜了，当初还没踏实住几天呢，就被凶手给毁了。倒是很少听你提起以前啊。阿尤他以前啊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他总板着脸，刚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呢。有吗？ 哎呀，我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如果不凶一点，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
这导药罐，挺大的吧？带着不太方便，我离开的时候就放这儿了。不过幸好错解毒药，前面迷花的毒，哎，上吧，再一点。 简直是宿命般的巧合。 竟能如此处理！哎呦，怎么了？辣哭啊！我听闻苗疆地域潮湿，需要吃辣御寒。不瞒各位，我常因不能吃辣而被人称为苗疆之耻。净化水域！害人妖物！ 不可姑息！果然是你，你会力，我没出。
出手，别人就被你打败。你出手只是夸张。以前这里每到黄昏时分，村民们烧火做饭，炊烟袅袅。我猜，这可能就是青烟村之名的由来吧。师姐们还会定期来村里给大家义诊，真怀念那个时候啊。我来带你。师弟您，师弟您。这道理我们来辩个明白啊。多谢几位相助。今天收获不错呀。
啊！定不如命，来吧。你们不熟悉地形，也不认识药草，修吾兄弟，你留在这儿照顾两个女孩子。好。还想还手？我来带你，可别小瞧了我。
多谢，修武兄弟，你又救了我一次，啊，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阿勇，没事没事，幸好草药没掉，解药有着落了。不过兄弟，下回能不能别拽我领子？我总有种又被大金刚，庄师姐甩出去的错觉。你拽我手就行，啊？手不能随便牵。他记住了。就是用的地方好像不太对。算了，下回还是拽领子吧。别乱说了，什么下回啊？再有下回，秀大哥可不一定能及时救你了。手臂划破了，这次算万幸，仅伤到了皮肉。哎呦，真神了！嘿嘿，小晴，你很有学医的天赋啊！你一治疗，我这一点都不疼了。嘿嘿。你右手上也有道口子，哎呦，就是划出了一道小伤痕，没事没事，过一会儿自己就能愈合了，不用管它。你真是，好了就快赶路吧。嗯。可别想强了我。几位少侠，奴家有一事相求。嚯，多年前只是唯有我们方才敢。哼，是这里，我有印象了。那次阿尤来采药，
一直被凶兽灼伤的村民，我放心不下，就冲过来。结果发现我被一群妖怪抓住，我女侠上了，抓上几道符，就打跑妖怪。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和小晴就是这样互相救来救去才熟起来的嘛。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所留下的火灵残影，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交给我吧，镜花水月。哎，别躲啊！结束。啊，交给我吧。来吧。
哎，别躲啊，不愧是月姑娘。你们找到了吗？我来渡你，来吧。我来渡你。八百咒，要不是学了一，我就是神社呀。没有学。师弟。躲啊！
是凶兽的吼声，阿柳一定就在这附近。雾气好大，看不清方向，我们循着声音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应是可行的，不过吼声时有时无，我们这个还不够，得先留意火灵才。起码多了好多武器，阿妖在搞鬼。他们好像是凶兽闯进花无崖之后才出现的。哦，原来是认了凶兽当老大。难道与他修炼的功法有关？不管怎么说，妖物能除去就好。我们去向巫先生回报此事吧。
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小师妹路上小心啊，这次全当教训了，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再冒失。以后不下山了，再也不下山了。请勿告声喧哗。你的香囊呢？又到了这个季节，要修整武器可以找我。仙侠派的铸造之法也不差吧？要修整武器，可以找我。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请随意挑选。我们仙侠派的东西可也不差。各种武器和防
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请随意挑选。华流凶恶，一切小心。今年的花真不错。吾辈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扶弱。仙侠派真是厉害呢。青刀果然好用。出门在外要小心啊。刚刚好一两。出门要小心啊。出门在外要小心啊。刚刚好一两。仙侠派内，请勿高声喧哗。仙侠
派内，请勿高声喧哗。仙侠派内，请勿更声喧哗。你的香囊呢？仙侠派内，请勿高声喧哗。早去早回。小子，
绑一安全线。有神族相助，上神好像很忙啊。上神，他可厉害，我进入，我可能。你对这些有兴趣？其实，我派的祖师月西龙在当时也是不逊于张道长的侠士，甚至还得到飞升。你藤仙，可去往神界了？没有，他留在了人界。若你对祖师和门派的历史感兴趣，不妨去问问爷爷，他一定很愿意和你说这些。是仙兽卵，师姐小，这次把全部精力都给了神品，还真替你护着。神族小子，照顾你师姐。谢谢谢谢，您大人有。听山神言，吃亏在眼。是晚辈，师姐，不全。应是，是，也得回去。
我想了解为这可就是咱们明之所以他二人正可即便而祖岳祖师重情祖师这是多所以说呀这些门派故旧师姐之前知道吗知道一些我也是听爷爷说的所以由他来告诉你会更详细些真的您说我知掌门自然花有意奈何流水无情
早去早回。小师妹路上小心啊，怎么能让她进来？你的香囊呢？又到了这个季节。华流凶恶，一切小心。今年的花真不错。
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扶弱。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扶弱。仙侠派真是厉害呢。侠派内，请勿高声喧哗。仙侠派内，请勿高声喧哗。
早去早回。小师妹路上小心啊。在村里总能闻到一股很香的气味，和别地大不一样。花有意，奈何流水无情啊。早去早回。
小师妹路上小心啊，怎么能让她进来？